这里是位于上海宝山区大厂的大润发超市。上海的大型连锁超市像家乐福、易买的普丰联发等都已经关闭了，大润发还在，很久没有逛过了，今天去看一看。超市在二楼，二楼都是卖一些服装、日用品，没有吃的东西，吃的东西是在三楼的。这里是三楼，蔬菜区、水果区、生鲜，还有各种零食都是在这层楼，顾客还是不少的。